一个动作啊，你饿了我去煮饭，就这样嘛，是不是？不要想歪了。这很像工具人哦。啊，这很像工具人。这是没有，这是英国人。哦，英国人是这样。因为工具人呢，是从英国人发明过来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英国绅士嘛。女生吃饭，女生站起来，她就要站起来，然后回来还要帮她拉椅子再放回去，对不对？下车还帮她开门，还要帮她遮头，那不是工具人的由来吗？就从那里来的、啊。我们都是受害者，是不是？很多受害者，全世界都受害啦、啊，就是哇，早上起来帮她弄早餐这样啊，吃早餐这样，哇、嗯，所以说工具人这个词呢，这种。服务性质的男性呢？服务性质的男性，好不好？我说错，绅士性质的男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只是亚洲在把它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工具人是从绅士演变过来的。好了，赶快来带这首歌曲，叫《查理》。
you.